Hello， 今天民意冲三小，我们今天要冲哪里？我们要夜冲七。那今天我们的驾驶呢？这次是女儿，来 ，Amy 跟大家打招呼。Hello， 基本咖 Jimmy 在哪里？睡着了。啊，Jimmy 睡着了。阿国，阿国，我们新朋友 Daniel。Hello。Hello， 有了吧？辉哥。达利，我等一下坐你的车吗？还是我开着？你要坐里面出水。好，那这样你，那这样我开。你就想去坐那部车，我知道。他头车哎，头车，还他探路啊？看一下这台战车，这台车等一下要带路啊。如果说内行就知道，短漏下面个短漏，它有三支加力档，那整个变速箱都换掉，这种车看了就会流口水。今天晚上夜战进去了以后，晚上在里面，今天来煮羊肉卤。拐八，红标米酒哎，要控汤呢。你看达利，我们家儿子马上，你看一跳上车，你看看，赶快抢。哎呀，真是出发了。这个就是男人的车，这叫 Defender。对，我们开玩笑，那个是 D， 这是 G。男人的车非常的帅，但是呢，非常不舒服。开起来不好开，坐起来不好坐。我开过那个车子啊，但是真的是帅到无极限。但是这个坑实在太深了，不要再入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准备上路了。卸压了以后，它弹性会比较好。抓地力会更好，那车子开起来比较 Q， 因为他们的悬吊都改得很硬很高，你看那轮胎都改到36、38， 超级大胎的那个，它的底盘都已经快跟我车子一样高了，那个我们不能跟他走，好，那个他可以过，我们一定不能过。现在我们进去大概6部车、7部车，我们车队有最强的茂博，所以我们很安全。他连我们现在所有车型可能损耗的配件，他都在车上有准备着，只有达利那台超级怪物他没有准备，所以我们跟他们出来是很安全的。所以现在准备要进入这个西床。现在这一段非常难度很高哦，你看那个花田主任的车开不上去，哇哇哇，飙出了，水还冲进来，真的吗？我这边还好，我这边还没有。OK， 不去了，水太大，然后路况不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就地扎营。来下车了解一下状况，等一下啊。要把车停到好的位置，今天晚上在这边拉椅布休息睡觉。我们原本是要到西的上游，那因为呢，今天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溪水也很大，到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今天就就地扎营，两部车的中间就把它搭起来了。露水不沾到的情况下，晚上在这里。啤酒爆掉了啦！啊？啤酒爆掉了。哦，这要给油饭的油饭，零趴的。这垃圾都是啤酒。这个你看，啤酒看，这个你就知道这个路况，啤酒都爆掉了。今天晚上要在这边过夜。现在大家开始料理，客难式的方式，但是很有味道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又到了我们介绍美食的时候。那些男人在家里都不煮菜的，他出来都是表现厨艺的。哇，这是什么姜母鸭吗？姜什么麻油鸡哦？哇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还玻璃瓶的，奖标哎。点火！哦吼，赞啊！
烧完啦，就无酒精啊。这个时候要唱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真没默契。萤火烧烧，萤火烧烧，快快来，快快来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觉的地方，车上睡两位，这边睡两位，有点困难，但在野外这样是很 OK 的。我们其他的人在休息，我们不能打扰人家，但是达利可以。你在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要铺我的床才能去喝酒。达利把床铺好了以后才能喝酒。对对对。好，我先铺啊，不要拍。进山神，原住民说要进一下山神，大家都可以喝了，不要光我们喝哈。好，真的好，这完全不会辣哈。对啊，那个。温暖的床，把我们的气化灯放在脚上就比较暖和，在这个户外睡这个帐篷真是舒服。现在五点了，可以睡一下，大概明天睡到七点半八点吧。晚安。好，这个水等一下怎么出得去，这么大是不是下雨哦？跟昨天差不多，没有，更急了。这么宽河道，这么宽，车子怎么，这样怎么出得去？啊，早，各位早。你们两个睡里面好舒服哦，现在不肯起床啊？其实也没有哎，里面很暖和、哦，随便。腰超痛的啊，腰超痛。这么享受，还在喝咖啡哦？咖啡是现煮的吗？是毛姐的，我 OK 了。咖啡现煮，油饭大哥煮的。哇，现在在煎什么？这是葱油饼哦。花田主任的私藏，你看看，试试看，先吃先吃。哇，花田主任早上在那边用手工做的葱油饼哦，现煎的，现煎的。哦，这是厕所上哈。哇，这边你看多享受啊。 Hello， 大家早。 Lexus 470哈，整个底盘都改过，这台是 Land Cruiser 80哈。我每次跟你出来都喝到早上五点。哎、欸，这是陷害我，这边录起来哎，不是我跟你喝到五点，是我陪你到五点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溪谷，我们现在我要赶回去新北市我的故乡哈，去跑行程。谢谢达利护送我们出来，刚才一路这样子狂飙，而且在这个深水区，拜拜。等一下还有很多画面，好不好？敬请期待。因为有遇到软沙，它软沙把轮子陷下去，所以整个车陷到软沙里面，所以要把它利用绞盘的力量把它拉出来。现在在收线，这绞盘的线头要收好一点，否则以后会容易造成缆绳断掉。嗯，我现在在 XX 溪。
哦，温泉到了。汤博更重，淋上去，然后全部。还有增加萤火。然后在以前的先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然后从山壁温泉是从山壁流下来的。那什么？那我自己进不了了。石头卖铁破石啊，卖铁破石啊。那留下来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整理成泡温泉汤池。啊。有哎，温度很烫哎。很烫，看，马上哦。来，挡住温度去。破五十度了，哇！一直上升，超过五十度，爆表，好，再放就破掉。哇！先放起看电影。欢迎光临啊！这里只能裸汤，年轻人不能穿裤子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全部裸汤，全部裸汤，不裸汤的回家。那我们先走。这个一定上片，拜拜。喜欢明义哥的频道，你想了解明义哥冲山小到底要冲哪里，冲什么？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加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期待下一次，拜拜。